我早上给你们这个简报档案，因为这边这个简报档案呢，我想要从这一章开始介绍起，这一章介绍起，所以等一下请你打开简报档案，请问一下哦，这种新型的播放器有看过吗？前几天我才去喝喜酒，我才看到这个很可爱的新型哎，所以。你要结婚吗？你一定要会做这个新型的播放器哦。好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以前我们插入影片是不是都插入长方形的影片？16:9啊，你的荧幕不是长方形的吗？可是我现在要改成新型哎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看怎么改。首先第一件事，你是不是要插入影片？所以请到第四页这边插入影片。插入影片在这里，插入一个视讯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直接到这个视讯里面把范例视讯叫进来。好，而且我现在当然是可以去播放。我现在当然是可以去播放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它这个播放，它是以长方形来播放，可是我是不是希望以心形来去做播放？怎么改成心形？改的方式是这样子的。首先，您觉得在格式里面还是播放里面？应该是在格式里面，就是限制我们一个。影片播放的形式，这是属于格式。好，所以点选格式里面的什么？这边，它就把这个地方设为是一个影像的一个图形，我要改成心形。那这个心形，我觉得拉长一点比较好。好，你再去播放一下，照样可以播。照样可以播，好，所以我只是希望说你们大概知道哦，原来这个心形是这样子做出来的，改的地方很特殊，在视讯工具格式这个图影像图形，影像图形改成心形，好，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玩一下这件事情。